我较早做导游的时阵哦，有淡薄眼球。你看，我即马规身躯哦拢烧火，我要去抢先，哈，手机遐个声，而且刚刚是威力火车声传出来，我看麦。不是啦，今日酒店收的损失，还佫有酒钱，叫伊先付。我就准讲有好就歹予你啦。安尼无要紧啊，吃好吃，吃好吃。安尼，咱两先准妥煞。你爸，你敢袂记之前咱去找奶茶的时阵，你感觉奶茶的笑容，把你想到较早一个朋友。哎。是啊，我确实有讲过。那安尼，其实迄个朋友毋是啥物客户，对不？我看到奶茶伊笑容啊，都想到欢欢伊亲生妈妈。不过讲起嘛奇怪啊，伊种个感觉，我顶多伫个欢欢身躯顶感觉袂着。就算进行建华来酒店收保护费，有去得罪着你，你嘛不会甲人拍个半死，搁甲伊出去收走啊？老实讲，你也是无希望你身躯边个人受到牵连。我不管你即马你是要去抢婚人也好，还是要做什么代志拢好，你的钱上好是紧提出来。啊，若无，你身边的人我一个一个，我会慢慢来交代。从规划，就连你身边这个水某，伊嘛是离开你的啦。想袂到你对泡温泉这么了解，因为我较早做导游的时阵哦，有淡薄眼球。你看，我即马规身躯哦拢烧火，我要去抢先，哈，大家期待已久的闪光单元。紫薇，我们继续。学长，怎么可能每次都你赢？学长都在睡觉，而且大热天还抱全身，跟你什么关系？想死啊！那么久不接电话，现在可以讲电话。这种鬼话你也信？真的是跟你姐一样傻。你在直播上画歪眉毛，你看一样左手拿杯子啊。到底要喝什么？快决定了！你知道我喜欢少宇。废话，这都看得出来好不好？哎，手机怎么在我包包啊？阿邦那么爱捉弄我姐，哪有像你这种学弟一直欺负学姐的？学姐，你肩膀这么重，哪里？快把我弄掉！哎，我现在才知道喜欢一个人是这样，根本是看我。没有。再给你们喝。吃坏肚子，那很严重哎。